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澳大利亚一直是众多岛屿爱好者心之向往的地方，很多客户对昆士兰沿岸，尤其是大堡礁附近的优质私人岛屿感兴趣，但该地区待售岛屿资源非常有限。今天分享一座位于该地区的近期刚进入市场的高性价比岛屿 Victor Island。 Victor Island 位于澳大利亚东海岸1公里外的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堡礁，距离昆士兰海岸3公里，距离麦凯21公里，距离坎普温海滩5公里，从大陆乘摩托艇20分钟，或从麦凯机场乘坐直升飞机12分钟即可到达该岛。该岛建有一个直升机停机坪。该岛被 Victor Reef 包围，从各个方向都可以看到不间断的珊瑚海景观。这里也是海龟、海豚、珊瑚和数千种热带鱼的家园。此外，该岛还有2个漂亮的海滩。该岛占地7.8英亩，住宅配备齐全，可以随时入住。岛上建有一个350平方米已翻新的4卧室住宅和1间管理员小屋。住宅内除了必要的家具外，还有巨屏智能电视和 WiFi。整个岛都是离网的，日常运作均依靠可再生能源。岛上建有一个225000升的雨水储存罐，一个海水淡化厂和一个带16000伏安备用发电机的太阳能发电厂。该岛还配有一个游泳池、2个大甲板、一个烧烤区、一个带设备的机械建筑和船只仓库，以及2艘海上船只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通过皮划艇和站立式桨板探索周围的珊瑚礁，也可以在东海岸最好的海滩钓鱼。从徒步旅行到水上运动，如浮潜、钓鱼和水上摩托艇，这里不乏冒险活动。你也可以选择在游泳池或令人惊叹的海滨放松。Victor Island 在被购买不到1年的时间里又回到了市场上，因为前任买家更喜欢内地的商业和住宅综合体，最终认为这座岛屿不太适合其现有的投资组合。该岛目前拥有经营精品短期住宿的营业执照，经批准主屋最多可容纳8人，但这些条件有修改的空间，如需增加更多建筑则需要 DA 批准。岛上所有约8英亩的土地都可供出售，不与任何其他开发项目共享。 Victor Island 为租赁产权，目前正在挂牌出售，售价为400万澳币，相当于首都郊区一套房子的价格。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，我们下期见。